啊，我们炒菜，炒个大白菜，炒个萝卜，都比较容易。你真炒个鸡，炒个兔，那好像得上餐厅，餐厅得有专门的厨子帮你炒，因为你自个儿炒，有时候炒的不那么好吃啊，或者说炒的不那么够火候。中国人炒菜讲究的就是火候啊，你比如炒鸡这事儿啊，炒鸡炒不好啊，这鸡肉啃不下来，对不对？我就愿意吃烧鸡，为什么烧鸡啊？那个脱骨啊，脱骨扒鸡吃着多香啊！哎，炒这一鸡呢，搁嘴里光嚼了啊，里头各种小骨头老剔不干净，吐出去吧又舍不得，不吐出去吧你也啃不干净，所以炒鸡是个技术活。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啊，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啊，炒鸡炒兔这种事儿已经很普及了。那证明我们的炒菜大幅度的提高了一个水准，这个水准跟我们今天差异性就不大了。我们看到了很多文献记载啊，你比如刚才说的这个《东京梦华录》里有什么？有曹婆肉饼啊，跟今天的肉饼没啥区别。有薛家羊饭啊，那估计是羊肉炒饭啊。还有薛家从食，从食从食就是辅食，什么点心啊、小吃这玩意儿。啊，还有这个徐家护羹啊，什么郑家油饼，你看它都有品牌意识啊，就跟我们今天说的海参炒面差不多啊。宋代人呢，那时候他人呢吃的这个味道没有我们现在丰富，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佐料太多太多太丰富。宋代人你比如吃辣这件事，宋代人就没有，他吃的那个辣是辛辣，是那种生姜啊、胡椒、芥末啊，什么靠这个辣味儿，是辛味儿。北宋初年啊，宋太祖呢，他就问那个大臣啊，大臣叫苏义简，说这食品称真呢，何物为最？你说这食物这个真品什么东西最重要呢？这苏义简就说呢，食无定味，没有什么固定的味道，适口者真，就是你喜欢吃就是最好的食物。哎，他说的就是有道理。我们今天有时候啊，吃点这个稀奇古怪的山珍海味，没啥可吃的。我觉得最好吃的还就是普通的这肉啊。那古人呢，把这种无上的美味呢，把它调成汁啊。这种汁呢，它有葱姜蒜啊，这个把它捣碎了，然后呢，有的呢，它兑点胡椒啊和盐混合着。我们今天啊，对这种佐料呢，都特在意啊，吃饭的时候要配好多佐料。其实我都是比较主张吃本味啊，就尽量的吃本味，不要过多的依赖于佐料，尤其不要过多的依赖于蘸料。就吃饭的时候本来菜就有味儿，你再蘸着料，那就光吃酱油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啊，那时候烧火做饭啊，跟今天不一样。今天你是烧气儿，大部分今天在中国走到哪儿，基本上都是烧气儿了，或者烧电。可那时候还要烧火，烧火做饭是有乐趣的啊。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点火做饭的这个乐趣了啊。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还都是每回先把火啊点上啊，那灶里都是冷的，先用点易燃物啊，把这个柴火给引燃了，然后往里搁煤。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用煤啊，用柴火做出来的饭菜是不一样的，它是有锅气的。锅气这事儿有点意思啊，你跟厨子聊天，厨子老说这菜得有锅气。什么叫锅气呢？说不清楚，你跟外国人说他听不懂。锅气中呢，有的菜呢是直接让那火苗子得进锅。你看你到这个餐厅去啊，你看后厨啊，那颠勺的大火苗子不停地舔锅啊，这种就叫锅气啊。你比如这个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有一道名菜叫火燎鸭心啊，它一定让那大火苗子进锅来回舔它的这个食材，让它这个食材上有那个火苗子燎锅的味道才好吃，所以这叫锅气。今天啊，这素食就没这锅气啊。今天这素食拿水一泡或者怎么一热吃了吧，这个差点意思啊。所以这素食永远顶替不了中国复杂的一个烹饪。
说到这儿啊，忽然想，就说了半天了，说你这别一开始给我们看一件东西不给我们看了，我们再给你看一件东西啊，看一件东西你就知道这个我们的烹饪技术有多么的神奇啊。再看看，看我们又拿回一东西来啊，给你们看看，这是一个，哎呦，这东西那么小啊，太小了啊，这是一小盘，看见没有？前面是什么呢？蔬菜啊，有西红柿，有瓜，有黄瓜吧，这是茄子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人啊，由宋以后，宋元明清，我们蔬菜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食品啊。那给你画成官窑里了啊，官窑画这个多牛啊！哎呀，当年啊，我去瑞士啊，所以瑞士呢，瑞士有个鲍尔博物馆里就有这样一个盘子，看完了以后呢，觉得哎呀，这个盘子太神奇了，哎，没想到这么多年啊，这个经济流动的快，我在国外的拍卖行上碰见这么一块，买回来让大家看看，中国在中国的啊清代宫廷把这样一些蔬菜画的盘子里，说明他对蔬菜的认知。也说明蔬菜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在这堂节目里讲了大量的文物知识，但也是挂一漏万。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文物知识呢，下载官复 APP， 上面还有上千份文创周边的好礼以及现金券啊，过节送给你们。现在下载并注册官复 APP， 进入首页直接就去抽奖了。我们讲了半天啊，中国菜呢，就是一开始是煮啊。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非常的漫长，我们往少说了哈，也得有个两三千年的时间。中国人吃菜主要是以煮为准啊，搁点盐就很好吃了。那么到了宋代，由于铁锅的这个出现啊，这个食用油的出现呢，人开始炒菜。炒菜的这味道往往是很鲜亮的啊，你比如我比较喜欢的炒菜有什么呀？有爆炒土豆丝儿，对吧？有咸口的，有酸辣口的，都好吃。他就要那个爆炒那个劲儿啊，几分钟下锅。广东炒菜里有些炒生菜，基本上就是论秒计的啊，炒这种菜是论秒计的，而不是论分钟计的，所以他要求有速度。当高温高速炒成的菜呢，它会有一种蔬菜的新鲜香味啊，所以非常好吃。中国人这套技术不是每个人都学得会的，我觉得外国人学这技术都不怎么着啊，他们都是考来考去的啊，把一个蔬菜弄得煎得都蔫巴了才给我端上来，不好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家里人正在那炒菜，你在旁边站着啊，别说话啊，说话招人讨厌啊，就是人家炒出来往盘里啊，甭管家里是谁炒出来，甭管是你妈炒出来，还是你爹炒出来，还是你儿子炒出来，还是你女儿炒出来，还是你的对象炒出来啊，炒出来往里一盛，那个感受啊极其神奇。它除了菜本身，还有亲人的一种操作在里头，它有一种亲情。我们实际上吃饭的时候啊，吃的不仅仅是饭菜，很重要的是一种亲情啊，小的是说一个家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大的是说的是一个民族在几千年中的文化积累给予你的一种文化信仰。中国人就是这样，中国人啊，在吃饭这个事儿上不遗余力啊，我们的厨艺之复杂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会的，我们有大量的菜只有专业厨师能给你做，你自己做不出来，你多喜欢你做不出来啊，你没有那个功力。我经常跟一些厨师聊天啊，我喜欢跟厨师聊天，曾经跟过一个厨子聊天啊，这厨师特有意思，他说我为什么喜欢做饭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吃不饱啊，我学了厨子我就能吃饱了，所以呢，我从开始学厨子的那天起，两头没见过太阳啊，早上起来太阳还没升起来呢，我就进了厨房了。晚上每回下班收拾干净了以后呢，都顶着路灯回家，
几十年如一日，最后人家熬成了什么了？熬成五星级饭店的主厨。人家本事啊，学习中国的烹饪技术，中国烹饪技术太复杂啊，煎炒烹炸啊，熬炒咕嘟炖啊，各种方法啊，还有你都说不出来的。我一直特别想做一个这个饮食节目，将来有机会一定腾出功夫来做一个饮食节目，让大家从视觉感官上和从道理上彻底的啊，也别说彻底，就是大致的明白中国烹饪的这种玄妙之处。它不仅仅是好吃，更多的是它培育了很多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情感。你俩人做一顿饭啊，一块动手，那做出来就是不一样。我们再可以看一件东西啊，这东西好吧，这东西都认的吧，这东西太认的了，这个东西火锅啊，火锅没有人不认的，在中国大江南北啊，谁都认的火锅，但是见这么好的火锅不太常见啊。看到打开让你瞧瞧啊，这里的汤还挺大的。哎呀，我都想它开始涮肉了，看到没有，这种火锅是传统的这种加热方式啊，在这里置于红炭，我们今天置于红炭还能烧开水，这是进风口啊，进风口。过去火锅就这样啊，大铜火锅圆的，中间一大烟囱，里头搁上红炭啊。这火锅啊，今天大江南北啊都吃火锅，各色火锅啊充斥着大街小巷。但我跟你说啊，这火锅普及就是近几十年的事儿。我小时候吃回火锅天大的事儿啊，北京就一个东来顺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啊。而且我记得小时候路过东来顺都是扒着头往里瞧瞧火锅啥样，冬天的时候热气腾腾。火锅这东西有意思啊，它就是它能够让所有人都围在一锅上吃饭，显得热烈。这个火锅的起源啊，我这火锅桌有点挡了，我给你挪开点。火锅的起源啊，历史上啊众说纷纭啊，你看海昏侯墓葬里出土那东西是不是火锅另说啊，就是。那么我们说的火锅啊，我们今天说的火锅不是你随便拿一锅就涮，按照过去的说法，这火锅中间一定要有加热的。我们今天有的那小火锅不加热了，它是靠别的加热啊，靠电或者是什么，靠蜡烛啊，不是什么蜡烛酒精灯加热，过去都是靠红炭来加热。我们说的这种火锅一般指的都是这种啊，正经的热量是从正中心向四周散发的。那么民国时候，晚清民国的时候，那铜制大火锅，红铜的啊，都这么老的个啊，就一般来说八个人一桌，十个人一桌，就围一个桌子上去吃饭啊。这种火锅呢，至少在我年轻的时候要吃这样一顿涮肉呢，在北京啊，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儿了。这个火锅呢，历史上啊，虽说有流行啊，一说唐宋时期我们就开始流行了，其实它流行程度偏低啊，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火锅，这么多式样的火锅啊。我们今天火锅啊，南北啊，南北方啊，各种啊，现在一去这个火锅店啊，最重要的就是鸳鸯锅，因为有人不吃辣的嘛，一半红汤一半清汤。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重庆时候吃的那个火锅，它就是辣的，它没有不辣的啊，那一口差点把我辣死啊，尤其是夏天啊，而且是大家围着一个锅，这锅周圈的人谁也不认识谁，中间有格子啊，就那个夹着就吃啊。我记得我跟另外一人俩人分了俩格，那时候不懂啊，那格是上面不通下面是通的呀，结果我涮一不是什么玩意儿，是个鹅肠啊还是什么，一把没拿住啊，从底下上人家那格里去了，我这还想掏回来，那个人夹起来就搁嘴里了，搁谁那个格里就是谁的啊，没人去分。
今天你很难跟不认识的人吃一锅了。那时候那一桌子上几拨人，互相不认识，各吃各的啊，自个儿涮自个儿的，所以不能松筷子啊。即便加上东西松筷子，也是边松边夹，边松边夹，别让它溜了。那么火锅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兴起呢？还是到了清朝啊。尽管我们的宋元明清都有人吃火锅，但是真正到了清朝啊，由于满族人的饮食习惯啊，又由于康熙啊和乾隆时期做的千叟宴啊，然后导致你像他冬天那么多人，上千人几千人吃这个吃饭，你不吃火锅那你怎么能够吃热的呢？对吧？我们今天啊，大型宴会啊，只要你们有机会吃大型宴会，什么叫大型宴会？100桌以上的，你吃那菜基本上都是凉的。要不然南方就有招啊，我去苏州吃过全蒸席，所有的菜都蒸的，拿上来以后就特别热乎。但是如果有炒菜啊，人太多啊，场面太大，它就容易凉啊。所以火锅呢，就变成了中国人聚会中啊，体现一种热闹又都能够参与的这样一个饮食方式。我们可以想见啊，就大年三十今天，如果全家人涮一火锅就比较好。为什么呢？没人闲着，大家都一块儿去忙活。你想想，家里人最怕的是年三十做饭啊，家里老太太煮勺啊，或者儿子煮勺，那大家都是享受的，他一个人忙活有点于心不忍，所以吃火锅最好啊。我有时候也是想家里来朋友了省事儿，叫火锅，现在火锅也能给你切好了都送家去。所以中国人的吃饭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啊，从最初的煮到最后的煮是一回事。我们从那个青铜圆鼎中的煮肉到最后火锅里煮一下就吃，这中间间隔至少3000年。3000年来我们的本质上没有什么发生变化。中国人的吃饭的精髓是什么呢？我一开始就说了，是热的。中国人一定要吃热乎的。饭菜放温了，这饭都吃不愉快啊，一定是热菜啊，夹到嘴里烫，那才叫有感觉。我们今天是大年三十啊，我们就讲了讲吃的变化。3000年来，或者说3-4千年，乃至有中华文明以来，我们饮食的形成和变化，这个变化非常丰富。我们只做了3个节点，第一个是煮，第二个是炒菜，第三个呢涮锅子啊。我们只挑取了这3个片段，让你们能够有机会在大年三十的时候体会一下我们自己的饮食文化的变迁。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中华文化的同时享受了自己的饮食文化，所以我们一开始说中国人的胃是最爱国的。中国的饭菜呢，因为它复杂，它就决定了中国人的味蕾是复杂的。我早年出国啊，在国外多么好吃的饭啊，都是吃不了几顿然后就想吃中国饭了。中国饭多么的简单，一碗面条一碗炒饭都让我们吃得非常的快乐。我们现在过年啊，大家都特别注重的是团圆啊，因为生活变得非常好嘛。过去我们过年呢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吃啊，其实团不团圆在不在家其实都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就是年三十这天一定要吃顿好的。即便我在农村啊，回不了家也得吃顿好的。中国人吃饭啊，最重要的有一点是什么呢？是要吃热乎。中国人觉得吃凉东西不算一顿饭啊，只能算凑合。但西餐不一定，西餐有时候它就是凉的啊，所以我吃西餐就非常的不适。自从远古时期，我们发现火可以利用啊，可以利用，比如啊野火呢，把东西烤熟了，然后呢，人类就对这个熟食呢，就慢慢有了兴趣啊，渐渐就成为了饮食的一个主流，吃熟的，不吃生的。尽管我们今天也吃点生的啊，比如拌菜都是生的啊，但是中国人是以热食为主的，因为热食啊它容易消化。
我们在几千年的文化当中呢，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做饭的方式啊。它这个呢，跟西方人比较起来，我们全是烹饪高手。那我们最复杂的这种烹饪方式是什么呢？说穿了，其实是一特简单的事儿，就是一个煮。煮饭呢，是一个本事啊。我们今天觉得，哎，这煮有什么新鲜的？我先告诉你。煮决定了中国人的饮食思维。我们先看一个东西啊，我们站起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场景里所有的文物呢，都是真实的啊。我们看到黄花梨的画桌、椅子、案子、床、柜子、衣架，还有紫檀的价格啊，这些都是真实的文物。这件也是，这是一件青铜圆鼎。我们大部分见到的鼎都是带耳的，这个圆鼎不带耳，就更接近于我们今天那个锅啊。这是一个青铜的圆鼎，跟你们常见的这些有名的鼎，比如啊这个大客鼎、大盂鼎都不一样，它没有耳，它有一盖啊。这盖非常的神奇啊，当它翻过来的时候，这三个啊犀牛呢就可以平稳着地，相当于一个盘子。这是有名的圆鼎。这样的青铜鼎呢，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一口大锅，打开以后里面就可以去炖肉了啊。我们有很多青铜鼎出土的时候里头都有食物，有骨头啊，就是可见当年就是一个锅。这青铜鼎啊，不管它什么造型，它原则上历史上它就是一锅啊。2010年的这个11月啊，陕西省西安北郊发掘了一座战国时期的个墓啊，这墓里呢有个青铜鼎，这鼎里呢有半鼎的骨头汤。这是中国考古界首次发现2400多年前的一个骨头汤。这鼎呢虽然不大，20多公分啊，里头浸泡的骨头有什么呢？有足骨、脊椎骨和肋骨，它有可能是鸡啊或者是小羊的骨头，汤色浑浊啊。那么这些骨头汤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东西就是一锅啊。中国人认为民以食为天，所以他这锅就是很重要嘛。民以食为天，这锅就很重要。那鼎呢，它就是一锅，所以在历史上它就形成了国之重器。比如我们常说一言九鼎啊，鼎力相助啊，群情鼎沸，钟鸣鼎食，这说的都跟鼎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自从青铜鼎出现以后呢，它多了一层功能啊。这个功能呢，它在祭祀中呢，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礼器。我们今天说青铜鼎，往往都说它是礼器，实际上它是食器的一种。那么夏禹啊，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金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了啊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你们俩过来，你们俩别在那儿吵，过来，哎，过来，过来，过来吧，来，下来一个，飞飞，来，来，过来，别霸占窝啊！大家那么大的床，多睡几个没问题啊，别吵了啊。那么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呢，鼎就从一般的炊具发展成国之重器啊。灭国以后呢，这鼎就要迁移啊，夏朝灭了，商朝兴，九鼎迁于商朝这个商都的亳京啊。商朝灭了呢，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朝的镐京。从商到周，把定都建立王朝都称之为定鼎，所以我们就说定鼎中原，是不是？九鼎八簋也成为中央政府的一个象征啊。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这样确立了。那么有鼎以后，你知道这很多东西就会发展起来啊。这个我们的餐具啊，我们的餐具，中国人最独特的餐具是什么呢？不是勺子，也不是刀叉啊。中国人刀叉勺子都有，我们独特的餐具是筷子。筷子我们有多少年的历史不清楚啊，至少3000年以上。因为早期的筷子无非两根木头，那两根竹子很快就烂掉了。那么我们的墓葬里，战国墓葬里也出现过这个
餐叉啊，刀子呢就不用说了，早就有。但是餐叉以后为什么战国以后被淘汰呢？啊，就是因为中国人大量的吃主食。你想想，热汤煮出来的东西，你刀叉都使着不好用啊，你筷子最好用啊，筷子可以在里头捞啊，你勺子只能㧟汤啊，但筷子啊，稀稠都能对付。我们为这期节目啊，准备了很多很多文物啊，随时我都会拿出来给你们看看啊。比如筷子啊，筷子我就准备了一副啊，我先拿出来给你们瞧瞧。你看我们这筷子装盒里，这有一对筷子啊，拿这给你瞧瞧，展一眼，看这筷子没有，讲究吧，八棱的啊，中间还有这个防滑的装置啊。我们拿筷子，看到没有？它提示你最多拿到这个位置，再不能往靠前了啊，果能不能这么拿？拿筷子一定拿后半部。那么筷子的出现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早期是用这种煮食为主的啊，就是煮把食物煮熟了为主的一种饮食方式，所以才用筷子把它捞起来。筷子的用法太多，而且筷子的材质也非常多啊。那筷子是无所不能啊，第一呢，它能断啊，夹是它的基本功能，把它夹起来吃，然后断、截、引长、搅拌、挑扎。啊，你想想，串干什么都行，滑包一根筷子可以包馄饨啊，我见过这包馄饨是这样，拿着馄饨皮儿，拿筷子一舔肉，啪一卷，啪就扔锅里去了啊。所以这筷子的功能啊无所不能，中国人只要有一副筷子就可以很好的吃饭